哎，这强风警告呢，已经第三天了。今天呢，得出去买点吃的，所以呢，车子走到半路上呢，几乎连路都看不见了，遇上了风尘暴了。哎，我说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就停下来吧。老公说，如果停下来的话，后面有大卡车上来呢，没看见就直接把你撞死了啦。所以呢，只能快速的买点东西就回家，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树枝摇摆，听着嗖嗖的风声。哎，风呀风，赶快停止吧，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呢。